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找到更好的眼睛。我已经决定要搬走了。你在干什么？ 哥，哪个是贾导演啊？哎呦，这你都不懂，大佬吗？等着晚一点到吧。你找个地方歇息，待一会儿一会儿我叫。哦，去去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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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没有啤酒啊？没有，自己酒杯吗？嗯，可以啊。谢谢。啊，小乔，小乔，嗨，Hello，夏乔。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的？路上捡的。上回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记什么仇啊？我，哎，打的是我。北北，哎，拿两杯酒过来。啊，好。以你现在的力量，之所以把我们两个都送过去，太监，小乔，放手。 照顾好桃园行，他会帮到你。北齐，我下去。可没有你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那就忘了我。小周，小周，啊，殿下。 行李都已经装车上了，林夏在哪儿？啊，他在哪儿？导演好，我是林夏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贾导演。导演好。见过。导演，谢会，请多多指教。是我。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您是？是我。 我是杨戬，不好意思啊，咱俩好像第一次见。你干嘛呀？对不起，我可能认错人了。没事。你认识他？你去哪儿？你站住！贾导，您说我们见过的？当然见过，上一次去的时候，你还拿着水桶呢。那天啊？哎。 Que sientas el poder.